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一些广告人想到了这个有趣的策划，并认为狗真的能做到这一点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那个乒乓球拍其实是用 CGI 特效做出来的。狗的尾巴被去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用特效做出来的尾巴，然后加入乒乓球，并让它跟乒乓球拍的动作相配合。你根本没办法控制狗尾巴的摆动，狗晃动尾巴的动作并不是训练出来的，而是它自身感情的表现，所以要训练它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这样晃动尾巴是不可能的。不过这并不能否认，我认为狗是除了人类之外最容易接受训练的一种生物。 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